帮我看一下这题怎么算。其实这里主要在干嘛？往开双根号。所以说麻烦你先把这两个去化解，行不行？来，开双根号怎么开？老师复习一下。我常讲，我们开双根号有什么条件？比如说，老师举例哈，比如说八加上两倍根号十二，开双根号第一个条件，好不好？开一次开两根号嘛，这叫开双根号。开双根号两条，第一个条件，这前面一定要几倍？两倍，这样行不行？这前面一定要几倍？两倍，这样可以吗？那你看一下，这十二怎么分解？这十二可以分解成一乘十二、二乘六和三乘几？四，对吧？那你观察一下，哪一组相加是八？二和六，所以说这时候就可以拆成二和六，把大摆前、小摆后，中间加号又改什么号？加号是出来了。老师一样，老师再举一个例子，好不好？比如说根号多少？来，老师举例好不好？八，不行。喂，可以开双根号一定要几倍？两倍。来，告诉我十五怎么分解？十五可以分解成一乘十五和三乘五。那哪一组相加是八？三和五，行不行？所以说可以开解成分解成三和几？五。前面小白，后面中间几号叫什么号？减号。所以说我回到这一题，这一题麻烦你把这两化解，行不行？所以说师傅，你根号五加上根号二十四怎么开？老师刚才讲过，开双根号前面要几倍？两倍。那你观察一下，二十四的分解，二十四可以分解成四乘几？六。四开出来是几？二。所以说里面剩几根号六，所以说你看一下有没有两倍了？有，对吧？哈，所以六怎么分解？六可以分解成一乘六和二乘三，那哪个相加是五？二和几？三。所以说麻烦把分解成二和三，把二和三大摆前小摆后，中间加号就什么号？加号。所以说这边把它带进去，所以说是log以十六为底，这样行不行？这个怎么写？它可以写根号三加上根号二，减掉，这怎么写？根号三减掉根号二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时候你把它化解一下，根号三减根号三可不可以消掉？可以。根号二减掉负了根号二，负负得正。根号二加上根号二是几？两倍的根号二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老师想请问一下，你写到这边可不化解？其中十六是二的几次？四次，这样行不行？二根号怎么写？二是二的一次，根号二是二几次？二分之一次。所以说这样相乘次数相加，一加二分之一是几？二分之三。写到这边之后，麻烦你把次数往前飞，往前飞。二分之三在分子，对吧？好，四在分母，后面剩下 log 以二为底，二告诉我上下一样是几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把二分之三除以四，答案就是几？八分之几？三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所以说麻烦把这题看一下 ，OK。